Very, very nice. The really one.没事，你的任务明天都能做啊，问题不大。我明天有事儿吗？哦，明天好像，明天一天的档期都排满了。唉，挺好。22号，22号是几号？22号是周几？周二吧？哎，不对，21、22周天。你周天的话要迎财神，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去迎啊！一年比赛开始，一年关键的时间点，我快等不及了。几个右边这个挺烦的、啊。Double kill， 希望不是很疼。一定要冲一下吗？这我觉得没必要吧。这么飞啊，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个。要进小黑屋啦。左边，走左边吧，这块右边不好走啊。
很疼。右边，左边。有一直在送啊。二层没有人帮忙打呀，上去看一下，先过去上去。在这儿说说阵型了，我们这个送的有点多。走左边吧，左边的还能稍微打一点，右边这个。这个跳动的话还是都抓不到人，不能让他跳动。要打赢了。哎，他这个刀可以稍微慢一下，慢一些。喝水，打游戏喝水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要不停补水啊。不然这么就是你的脑神经的话反应不过来，而且我今天也没吃饭，主要是最近身体有些问题了，然后休息休养一段时间，然后也没有，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是太能吃饭，就
还挺吐血的。Double kill。我的天！差一秒。Double kill。有挂。这是挂啊，这是真的是挂了，忘记换狙了。好热。Double kill。哦，这没打到。Double kill。他第一名，第一名是大哥。快挂，快挂！他突破成功了，变了。背起行囊离开家的那一。举报，然后投诉他，封十亿人马，发现说投诉他，然后封了一个封十年，让他封十年，对。人家一个小号，你封了也没用啊。他只会玩开挂，还会。小号封了有什么意义？那么开心，你这投诉封一个大号还好。他那都基本上不用转身了。Find the hole！ 我操！稍等一下，粉色模式设定。哎，怎么会打不中啊？不科学绿色模式。Double kill！ Double kill！ Multi kill！What the fuck? Double kill. 稍等一下，速度不对啊，这速度肯定是不对的。Double kill. Double kill. 这位置有一个人吧。还是差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
Monster kill.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Final. Multi kill. 我操，你还封烟。Final. Double kill.Triple kill. Final hole. Double kill. Headshot. Double kill.我说这哪这位置复合人真的没想到。跑直线的时候速度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哎呀呀哪打的结束了 Well done. Double kill. 五十杀七死。这运气使人，但是没有被人打到，就 KD 就会比较高。被人打到 KD 下降正常。这种你出的位置，如果都比较好，那确实优势很强，对吧？那你要是平时。就你瞄的时候都没人，哎，你开始走的时候，你要撤点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来人了，给你秒了，找谁说一句，就很多房间里面的一个就是风水问题，对，大家可能觉得打游戏没有风水，其实有风水的。这是风水问哦，换把狙吧，换把狙吧！妈呀，用那把狙待会儿投诉了。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grenade.好，没子弹了。Kill. Monkey in home!
kill。中国没人走了呀，怎么回事啊？跳出来会比较好，我们跳。哎呀呀，哪打的呀？蹲下来打的是不是？很单，这位置打中了。我真的会走到人家枪眼上去，枪眼上去打，控制不了。希望不是很疼。好，对面已经开始不拿狙了。厉害！好，结束了，42-13。为什么是我？这队友还换步枪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技术怎么练的？技术就是打的久了，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对吧？就像你问为什么国外小孩子的英语那么好，你期待外国人怎么回答你？Because it's my mother language， 这是我的母语，所以我肯定学得好。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时间，然后环境，然后潜移默化出来的，没有必要刻意去练。你要是都不玩这个游戏，
对吧？然后你突然玩一下说啊，我技术要多好多好，那这不扯淡吗？就技巧的话，可以让你的恢复性训练就是变得更高效一些，但是这个对你的就是极限的性能或者你的极限的能力提高的话是不是太有帮助的。然后你的经验可以让你知道，比如经验让你知道爆破战要怎么去架点，但能不能打到就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所以你要先保证能打到，然后再去通过你的经验去知道这个疫苗点位在什么位置，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很多朋友就是他玩狙玩不好，他本末倒置了，就是我切枪一定要快啊，我只要能切得快是吧，就那我就很厉害了。可以啊，可以，但是不推荐这么玩游戏的话，对于你的极限技术提高是不会有帮助的，真的是这样。好了，大爆破海格之家，然后我应该在进攻方吧。哎，果然在进攻方，这个图基本上匹配的话我都是在进攻方的。透视劫配甲，这个透视中间直接踢直接投诉，算了，这个队友这样子，我这局的话我不想入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坑逼的一局经验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你可以知道这一局进去完了之后是不是坑逼，你看队友就好了啊，队友表现要是很坑逼这种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做好就是这把会打输然后的心理准备，那你整体操作的话就会变成保 KD 了，就不会说是啊要把对面打怎么样。那其实比如说你在保 KD 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队友好顶啊，那你肯定跟队友冲啊，对吧？能打赢你怎么能绝对不能往输里去打嘛，对吧？这游戏精神还是要在的，虽然你可能很菜啊，当然拿起你的枪别挂机啊就可以了，最基本的打游戏你挂机你不要打游戏啊，何必呢，对吧？人家机器人挂账号挂满挂，你自己上来了电脑电费什么都交着，对吧？或者你要在网吧里面，虽然是老板给你交电费，但是你干点什么别的有意义的事情都好呀，挂游戏没用。我快等不及了，新的局啊，一晚上还匹配不了两局新局。哎，还有俩。Double kill。希望不是很疼。什么位置啊？Roger。转点，在二层位置。妈呀，这怎么会跑一个？这是什么有趣的游戏？ 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这个蓝啊，我之前调了半天没调出来，然后现在在游戏里面莫名其妙跑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更新了系统，在刚才在开游戏之前特意更新了一下系统，可能更新系统多吧。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前顶后顶，非常好，这配合，这种局打的就很舒服。
对吧？两边一起压过去。希望不是很疼。包去 B 了，支援一下吧。舒服舒服，打得舒服。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 他们家破点。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你跟这种局再打个两三局，对面要开始退了，因为对面都还没有打正，就一个正的都没有。他家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这边也蹲好了，出来就死。七杀零死。Fire in the hole, flash ban, flash bomb, grenade.The target A. 九子，跟人接啊，两个。Side A. 哦，我的天，从我们家来 A 点了，对面延迟蛮高的，从我们家来 A 点了，哎呦，我的天。他们家也来一点了，他们家来一点了，他们家来一点打掉，他们家来一点了。Well done. 啊，离 B 点近 ，B 点蹲一波前点。Flash ban. Fire in the hole. 哎，键盘。刚用鼠标滚轮拖了一下，没有拖到，歪了。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 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其实他如果里面那个位置的话，他能先看到我。我这边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架局比较快。但如果他看到我开枪的话，我这局是有可能会打不中，这是很坑的。Flash ban. Flash bomb. Grenade. 中路位置。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拆包了。是的，稍等。真不行。啊 ，no。那去 B 点有点亏啊。Flash bomb, flash bomb, grenade.
这个位置你出来会死的。Mission failed. 来去一点吧。A 点那边其实防守会更快，必然的嘛。哎，完蛋！先打到我了，甩狙的话应该有差角度。基本上，就是如果比如说打到人啊什么，他的肌肉的一个反应时间，就是反应的一个就拉的一个距离其实差不多的。那如果比如说你被打到了，那可能就会跟你拉出来的距离会有点偏差，就是转的角度会有偏差，这个球线打不到。所以打狙的话，就是一定要快，先敌制胜。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你开枪那一瞬间，步枪，比如说瞄到你身上，或者一不小心扫到你身上，都会让你直接失准。啊，这种事情常有啊。拆包点，拆包点位，拆包点位。快点去啊！哎我操！哎 ，Well done， 这人啊，就是这个人就点背啊，最后一下掉了。啊，死了吧！这边应该退了吧，还好还正的，还好还挺正。这个我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好，结束了，17-44。这时候打个人或团战的话，会迅速的破坏掉手感。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尽量打爆破的话，尽量保持一定的爆破时间，比如说像两局或三局这样，你的心态会马上沉稳下来。第一局其实不太重要。但如果你要团队战、个人战，然后爆破战穿插的打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心静不下来，那到时候很难了。容易，比如说 miss 啊。grenade。希望不是很疼。Smoke grenade out!
我没有，就出左边更好，比出右边好。打掉吗？ Fire in the hole. 是吧，狙有点慢，不敢冲了他。目前队友的 KD 不错。希望不是 double kill。叫你妈，二十三个 C。Multi kill， 十个杀敌数。Smoke grenade out！ 有人要出来了。Grenade！ 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十七杀三死。把 KD 就干到五点多了。奥拉狙，我这个狙里面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大多数都是消音，这种打得慢的消音狙会相对比较多。这把八七式、五八式、八六式、八九式，我知道九哦，八八式好嘞。哎呀，妈呀 ！Double kill。他这个 Double kill。Double kill。菊花里
他开枪的时候没办法打他。Double kill。Monster kill. Headshot. 哎呦，他的脚步你都知道我过来了。后面放枪着嘛。正往前跑的时候可以相对危险一些。哎呦，又挂开枪了吗？两枪都打到头上了，太小了。哎，结束。Nice work。52-12。把狙其实八八式的话还行，我之前就说了，八八式是你所有不要钱的 GPG 里面能买到，就是精准度最高的了，比 AWM 这些来的都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特性，就是停下来开枪一定能打得准，这个就不知道甩 AWM 几条街了。就相同情况下，对，相同情况下的话，八八式就会用得更舒服一点。AWM 的话它有一个，其实88式和 AWM 都有一个狙击镜的一个缩放的一个特效，AWM 的话如果你不停下来开枪一定是打不准，88式的话你可以就是稍微放手完了以后不用等那么久，然后直接开枪直接顺就好了，这个差别还蛮大的。如果你要没钱的话稍微关注一下，有钱就算有钱的话对吧，花点钱提升一下自己。我可太难了，这不好打了。
kill.打不动，他会有一个偏移度在。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grenade. 我没有想打到他头的，这把就是偏了，打偏了碰头。那打是是是，残血麻烦这个。几个位置的话没办法打到，哇怎么还有烟狗啊，我的天哪，都是烟，这怎么打？真的是很不清楚。我这把狙又特别难打，很烦。剩余十个杀敌数。他其实，哎，没有什么反应的一个。啊！我要死了。
分析觉得好不清楚啊，这些人。Double kill。烟狗是确实人员太多了，这个本来想上没上去。最后一发了，有毒啊这个。Well done。这也太久了吧，打了一局。真的是非常有毒，打了几分钟啊。这把应该打个 六七分钟吧。浪费时间，哇真打了七分钟，快八分钟了，有毒有毒。守望超模，没有超模呀！哎呦我的天，刚刚这个水直接灌到我的气管里去了。Feels like drowning。这位置没打到。
找到。不稳定，跳下来。我们说瞄的位置不正确。啊，为什么刚进不去啊？这我可太惊讶了。Double kill。Grenade。剩余十个杀敌数。Success. Well done. 哎，他们其实还好，没有被人打到的话，还挺好使的了。就是，我当然如果换一把狙会打得更好，这肯定的。但 AWM 也可以了，这把狙的投速率比那把冰雪更高，冰雪还稍微好一点。那冰雪那把狙唯一的好处就是打起来没声音，这个特性真的是太棒了。很多时候没声音的话，你补枪难度就会降低。哇，打这么平啊！这位置会掉下去，千万小心。哎，没打到，太不科学了。
可以八杀三死，控一下。酸劲狙击没开二度吃打法，哎，有人要耍帅了。这把狙慢了，慢了，应该是一个盾。哎，我的天！换把狙吧。哎，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把？第三把怎么会是变这一把了？哦，刚换成背包了，难怪差一个人。差一个人。我怎么会把？怎么换错枪了？圣恩裁决放这边。冰雪带上，check time， time up。十五、十六，哇，匹配不进去了。好热呀！你几度了？现在25.9度，26度。好，我拿下来那一瞬间26了，有点热哦，现在。温度一高，反应速度就降，很讨厌。啊，怎么又打这图？跟人家把把爆这个图，心累啊。觉得很热，脸都在出汗。Multi-kill! Mega-kill!
Ultra kill. Killing spree. 嗯，没出来吗？下面的人被打掉了。就这样开出来了，不是。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好，三、二、一。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四六十四。Headshot. 哟，什么问题啊？没有武士。啊？你刚发了什么问题？我没看见啊。进来，把你的问题再发一下吧。哎，太热了，手上出汗。那降低我的精准度。血腥突击，好图啊！比赛开始 ，Grenade！ 我快等不及了 ，Grenade！Kill.
跟我来这套。Find a hole. Grenad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很疼。Multi kill. 哇，这枪好累啊！希望不是很疼。做什么？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对面全副。